Bigo Bigo，比较充实，因为你们都知道你们要做什么，你要唱歌，你要弹钢琴，你一定有东西做。那我们这种聊天主播没有才艺的，我们会比较难一点。Hi Crazy，加喵，会比较挑战嘛？怎么了？你最近没有下午开呀？呢？你都晚上开？Hi Peter，还是可以啦，你们是看个人吧。我是满，现在才开始开几天而已。还有巴豆，Hello Bingo，他不知道没有电了。噔噔噔噔，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。嘿。不要吃什么，料就点而已，很快哟。I am，吃肉骨茶，不行哦，肉骨茶要下雨天吃的。我是说很好笑，肉骨茶要下雨天吃的。我这样的时间，你叫我吃肉骨茶，我觉得怪怪的。我不会 crave for 肉骨茶的咯。诶，加上我水货的关系，我并没有 crave for 肉骨茶，没有去想要吃肉骨茶的感觉。还有 EMG。哇，你也太官方了吧？你的问候，